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我是幸福企业的爸爸超人。那我们的善男信女呢，又在帮忙协调饮料的事宜的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幸福企业呢，我们喝的是这个，它是细缝，好细缝的饮料。然后每个人呢都有机会可以免费，好免运费喝一杯，好不是免费是免运费，好因为我们是一起买的。那我们总金额有超过600块钱，所以就不用运费。啊，那偶尔呢，会有人可能，譬如说乐透啊、中奖之类的，就会请客哈。但是我们这次没有，单纯就是想喝而已。这个是细缝的饮料。那细缝呢，最有名的呢，就是它的凤梨酥了。它的凤梨酥很好吃，但是它的菜单上好像没有。哎，你拿几杯？两杯哦。哎，许凯为什么喝两杯？贝拉的。哦，贝拉的。好。哇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，这谁的？我的。哦。这个是雅洁的，好会选的。这一杯我目测应该要85块钱吧，看一下转，我可以转一下看价格吗？啊，可是他没有。真的吗？85啊，85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刚有听到吧？没有，没有听到，我99才过来的。厉害，我乱猜的，因为大概行情就是这样子。虽然说我很少在喝饮料，但是我大概知道行情。伟伟，你看像是伟伟吗？哎，吴伟。天啊！不行，他只能伟了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我有钱，我都会捐给慈善团体，我比较少花钱去买饮料，因为我觉得水就可以满足我了。好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行为也不是很好，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就是一些饮料店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，所以还是不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像我一样就喝水就好。你们可以的话还是多喝饮料，这样的话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经济循环。OK， 那就鼓励大家喝饮料，谢谢。